新的一年备战全新球季，中信兄弟球员起了个大早进行健康检查，从基本的身高体重视力到 X 光心电图抽血验尿，可是一项都不能少。下左上。王俊杰不愧身为捕手，良好视力受到护士大力称赞，而测量身体质量时就换34岁的林英杰接受掌声喽。身体年龄和实际年龄几乎没有差距，也让他忍不住要亏一下比他年轻5岁的林克谦傲笑脸。我记得他有量过一次，就是他实际年跟他那个就是跟那个两人那个测量的年龄的实际差了快7、8岁吧。我就说，那你身体都没有在保养啊，对啊，生活作息要正常。大哥说要顾身体，有没有在听啊？不过来到抽血这关，可不是身体健康就可以免除疼痛。看看这些平常面对速球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的球员，现在就像是如临大敌，频频卡关。从小就怕打针的花花张正伟最夸张，忐忑不安的在抽血室门口徘徊，还要求全场净空，不准有人偷看。不要拍了。这样，一下那个血管还没睡醒呢，不然平常他还蛮明显的。就算打针再恐怖，每一年还是都得健康检查，毕竟球员们得先对自己的身体了若指掌，避免伤痛困扰，才有本钱迎接新球季哦。 VTV 新闻张建宏、刘庭瑜采访报道。